您好，想问问啥？老板，我想麻烦你帮我一件事儿。怎么了？我这手上有一对儿金手镯，嗯，金手镯。那你用你这个秤帮我称一下重量。称重量是吧？这都小事儿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不是这样称的。总共是23.65克。你这称的不对。怎么了？你给我单独的称，一个一个的称。哦，一只一只的称是吧？哎，对，我那行。拍个照片。然后叫这个是14.87克。14.87克。你拍图片是吧？拍图片。拍好没？拍着了，那一个你给我放下。这个是8.78克。这个才8.78克吗？对。好。哎，这个粗的会重一点。怎么了？了？这我发现啊，这小朋友戴的这不是一对儿啊，这一个粗一个细。是吧？啊、嗯。这不是一个人买的。不是一个人买的。两个人买的。哦，给俺儿那时候俺儿白天的时候买的嘛，不是？这个细的呢，是他奶买的。细的是小孩的奶奶买的。对，那个粗的是他姥姥买的。姥姥买的。啊，挺好啊，姥姥奶奶一人买一只。对啊，挺好，很正常。但是他奶说了，他奶一直说他姥买的轻，他买的重。一直说。那哪个是？那这个粗的是他奶奶买的，是吧？不是，他姥姥买的。啊。这个重，这个那不对呀、那这是他姥姥买的，这个明显的比这个要粗，那重量肯定那个啥，刚才不是称过了吗？是的呀，这个14克多，这个、只有8克多。他奶说了，他奶说的，他得看他姥姥买这个，看着怪粗，里边薄了很，里边可薄，轻棉，这个看着小，重。其实这用手拎。应该仔细拎的话也能拎得出来啊，这粗的肯定要重一点，是的，这个要轻一点，人家搓那么多呢。我都说那个粗的肯定是可重，他买这个细的肯定轻，他不相信啊，不相信我今个这不是到你这里来我称一下子，拍完照片拿过去直接让你来看，直接让你来看清楚事实，谁买的重，谁买的轻，对不对？别在嘴里边一个劲当当当当。说他老买的轻，他买的重，一直认为他买的重。那行，回去让他看看。其实重点轻点儿这也无所谓，我都毕竟这金镯子已经买回来了，是吧？你不管轻一点重一点都花不少钱。不是，刚才他老没买，刚才他奶先买的。我就说这个手镯看着是戴的时间长了，这个没怎么戴。刚才他奶先买的，他奶说的，你看我买个金手镯，咋咋咋咋，你看老啥没买，他老都没给俺买手镯，俺心老买。然后我给他姥姥一说一商量，他姥姥去年就买个，一看买的这个可重。行，那回去让你婆婆看看，好吧？那确实你确实小孩姥姥买的这个比他买的这个重一点，重几克是吧？哎，行，拿个照片，拿个样看看。行。这家知道，看说的还对不对？不然这个给咱俩没啥区别。那谢谢你老板啊。再见。